这个生活里有句话，死了比活着容易，那句话放在婚姻里面同样适用。其实离婚很容易嘛，把这个婚姻留下来是挺难的。想清楚，您比他成熟，您多担待，家里的大主意你来拿，要不要过你画个章程出来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谢谢你。这些年是受委屈的，一个加一个情况。